今年夏天吃榴莲吃最爽的一次。感觉这个榴莲掉在这个螺蛳粉里一点也不违和。绝了，甜辣永动机。小料很绝，最后一块不行，不能再吃了。你们榴莲吃不完直接放冷冻，它就是那种冰淇淋，也特别好吃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哦，大家吃好喝好，我们下次再一起吃饭了，拜拜。